到，真的是。哎呀，看人那么漂亮的一个女人，她怎么这样子啊？得理不饶人呢、啊？你别说那么多，你赔不赔？那行了行了，5000，拿着。还是这个村长啊，人好啊啊。那你这样你个老鼠呢啊，5000块钱都拿不出来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好像还有个问题哦。什么问题啊？啊，他刮到你了是吧？我们赔钱了，那是一理所应当，赔了5000，那你得把这个裙子脱下来哦。哎呀，都穿过了，哎呀，你要来干嘛？是不是你个男人你也穿不了啊？但是我就应该要得到它。给小关回去啊，挂在啊那个窗前啊，每天都看着，说不定啊，到时候啊，哎呀，女人一下就来，就、哎、他就能娶到老婆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真的想要的话，根据我家啊就在隔壁镇的，等一下我拖下来，干洗洗干净了马上给你，好不好？不行，穿过了有女人味啊，这样他才喜欢呢、啊。现在就要把他拖下来给我们，哎，要不然去那边。厕所那边我拖给你吧，这里啊人太多了，你看这附近啊全是人。没事啊，刚刚你看我们在这里这么久，过去才一个路人过去是吧，没多少人了，要么你现在拖吧，我们不看。你看你们两个都是男的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传出去啊，要我怎么做人啊？那我们不看还不行啊？你这样子等一下肯定会看到的、啊、真的是。小凤那边去。对对，我们都这样做行了吧？行吧，你拖啊。哎呀，村长，你身为一村之长，应该也是民事里的人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最近我们这里啊，暴风雨又多，把我啊里面的衣服啊全部都刮跑了，我里面没穿，就穿了这一件。那我管你那么多啊？刚刚你跟人家讲理了吗？这你马上脱下来，我买了就应该脱下来给我。是啊，钱也赔你了啊，要么这样，你脱了，我把包给你挡一下，行吗？500块钱，我就不拖了。不行，1000也不行。真的是，没见过那么变态的，不要就不要，我就走了。哎，你别想走啊，你拖下来，要么就，是啊，给钱。现在我们买掉了。对啊，还有一个办法也可以。其实呢，要么这样，如果你真的不想拖的话，你啊，花5000块钱。把它买下来，行吧，我就卖给你。哎呀，赔你5000，那不是白碰瓷不？哎，哦，什么白碰瓷啊？没有没有，我说、哦、白干了，不是、哦、白干，是浪费一条裙子。我就是打露出那个狐狸尾巴啊，哈，我就发现嘛，肯定碰瓷的，而且呢，你看，跟那些上海滩的。一模一样啊，哪里烂了、啊、都是这个款式的，他说你刮烂的、就是、怎么有你这样的人呢、啊、就是他弄烂的，我现在赶时间，我没时间跟你耗了，我先走了。